目前我们工厂主要生产的产品有视讯的设备，视讯产品块比较大的是属于 component 的部分。那当然我们比较倾向于招聘女工，因为女工女性员工一般比较细心，比较在管理上，我们在管理上的要求上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成。目前我们这个厂区总共有将近100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。目前以一般工人的水准来讲，他们的年收入将都会在大概在15000人民币左右。主要的目前的市场导向是在于，偏重于在欧美企业跟亚洲地区，世界5几大的 IT 的客户，像美国的 Dell、HP、IBM， 还有日系的 Sony、Sharp、Canon，